2001年7月13日，国际奥委会做出了一个不仅可以载入历史，而且将改变历史的选择，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授予中国北京。这一次，古老的奥林匹克正式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握手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每一个中国人的肩头都多了一份光荣与梦想。For China, Olympics is a century-long dream. It is a dream of 1.3 billion of people. Today, it has come true. I want to express our support for the countries of China and Canada in their commitment to host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and Vancouver.而且我也同时祝愿我们所有的选手能在比赛中赛出风格、赛出水平、赛出成绩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，奥运的重担还落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合作无间，让我们向世界展示一个美好和平的中国，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，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中国。谢谢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